沈总，夏末的事情是我做的过分了，您看能不能这样？您先听说网络攻击，至少不要影响大家工作。你就因为这点小事，公报私仇，通报批评，难道不耽误工作吗？对不起，网络一恢复，我立刻撤回。 停止攻击，石主管。沈总，您说。你故意为难夏木的事情，我不想深问，但我希望你记住，别高估了我的耐心，也别低估了我的决心。明白。今天事情到此为止。 我和你的谈话，我不希望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包括夏沫。好。沈总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